不老铁，来到海边放这种小洞，你可千万不要放过。这是海边中的遁地王，也叫海老鼠，在我们当地也叫海地瓜。如果能完美出货，能否领下双击？出货了，看到没有，海老鼠一只。喜欢赶海的朋友啊，给个双击，加关注，马上开始赶海直播。跟司机我说呀，如果能让八爪鱼卡住头，哟呵，你走位走位，再回手套。嘿嘿，头说让他卡住头，会带领他全班的同学、左右邻居给我一个双击。我不知道这个到底卡住头了没有，不知道能不能换来你一个双击。喜欢户外赶海，别忘加我关注，看我直播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一直有好多老铁想让我给他下海抓条鲨鱼，我这属实也抓不到。咱们今天大海正好涨潮的时候，随着这个潮水被推上来了一条不知道什么品种的小鲨鱼啊，咱们捡到了。进来老铁，有没有认识的？认识的话评论出来。喜欢赶海的加关注，看我十点直播了。Hello。你加紧啊，加住了啊！它的外表长得非常的别致啊，这是一个大毛哈子，也叫血蛤啊，不在海边的你应该不认识啊。这千提要双击，千提要双击，今天那就不要了，记得加个小小的关注就行了，看我每天赶海鲜海鲜。